2017年12月5号啊，各位漫迷早晨啊，欢迎来到今日嘅830速递啊，早晨啊 ，Vivian、Danny、Kevin、Anthony， 大家早晨。咁啊，首先好多谢咧，琴晚啦，我哋嘅现场版啊，咁啊，大家一齐去重温咗呢场阿仙奴嘅比赛啦。咁啊，我谂大家都点讲啊？即系令到自己对今年球队嘅表现咧，系有一定信心嘅增长噶。因为好多嘅球员啊，喺唔同嘅访问都有讲呢样嘢嘅。早晨 ，Elton。咁啊，差啲唔记得咗，就系要报天气。咁啊，本港气温咧就系18.2度，相对湿度73%嘅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就早上清凉，日间和暖同埋干燥嘅咁样。咁啊，天气讲完之后咧，不如就讲下一啲转会消息啦。因为咧，我哋呢排咧。就好多时挂住讲波啊，就比较少讲咗一啲嘅转会消息。咁我今日呢就选择咗两单嘅转会消息同大家讲下嘅。第一单嘅转会传闻呢就係、是、呢个史浩克04嘅Kucherska。Kucherska， 咁呢个呢其实啦啱啱呢个礼拜上个礼拜呢都好几位漫迷呢报料嘅。咦冇声咩？听唔听到啊？大家Anthony 话听唔麻烦大家听唔听到个声音 O 唔 OK 吓？咁啊 ，Kevin 就话 keep 住团火系嘛，不断提升，差两个位补强就完成啦，咁样听到嘛？好 ，Anthony 麻烦你可能要出一出个直播再入翻嚟啦。OK， 唔该晒。好 ，Danny、Elton、Kevin， 唔该晒。咁咧就讲翻先，咁呢个 Kucherska 咧就系零舍球员啦，亦都系一个德国队嘅球员嚟嘅。咁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我咧就记得嘅，我哋暑假咧其实都有传过呢位球员噶。咁就但系咧当时咧就其实当时同而家都系嘅，几间英超球会啦，阿仙奴啊、车仔啊都有兴趣。咁我好记得咧。嗰陣時咧，我哋研究咗一段短時間就冇再研究噶啦。原因咧就係因為唔該曬，聽到啦嘛。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拜仁係對呢位球員有興趣噶。咁大家都知啦，如果德國嘅球員拜仁有興趣，個個都會係即係選擇拜仁嘅，因為始終咧你入德國國家隊咧，你喺拜仁踢咧係有多少稱先嘅狀況啦咁樣。咁啊，系啦，啊 ，Kevin 就啱啱问得好啦，咁我就再讲下，即系亦都点讲啊，搵翻自己啲记忆啊，佢其实咧就打防中嘅，咁就佢就即系而家有啲评论咧就话，如果佢拍住马迪打住中场中嘅话咧，就可以完全咧释放普巴嘅，咁但系最有趣嘅地方咧，佢最即系我谂。大家点解觉得佢咁想要佢嘅地方呢就係话佢除咗打中场中之外呢佢仍然都可以佢亦都可以打到两边嘅翼㗎喎。即係佢打两边嘅中场呢其实都係可以嘅。当然可能未必係最好嘅位置但係都打到嘅。早晨啊 ,Herman。同埋最重要嘅情况呢就係话佢而家今年呢喺04嗰度呢表现相当出色㗎。咁我就少睇德甲嘅。不过我有时听到啲球评啊或者有时睇啲精华呢都見到即係佢嘅表現真係唔差嘅，咁啊同埋始終咧嗱，我覺得德國球員有個稱先嘅優勢咧，就係話佢哋嗰個嗰個情緒或者嗰個穩定性咧比較高嘅德國球員，所以咧呢位球員啊嗱講真，我就唔係睇好多佢嘅波，好老實，但係咧而家睇翻各方面嘅消息嚟讲呢呢位球员其实都可能系叫做即系值得去一试㗎如果我哋真系有机会买到嘅话。早晨啊 ,Stephen, 早晨啊 ,Eric。好啦咁呢个就第一个转会我想讲啦。嗱跟住第二单呢就系Danny Rose。咁啊，即系热刺嘅左闸啦，咁样样。咁啊，究竟即系佢成40-50 million噶，而家个价钱系而家都即系倾紧啦，叫做。咁咧，传媒就讲到话。传媒就讲到话呢我哋都几大机会买啊劳斯嘅咁样我又觉得真系比较贵嘅。咁同埋呢系啊 ,Kevin, 如果我哋讲德国球员呢如果拜仁真系想要呢就胜算又唔高。不过有趣嘅地方就系今次再传呢位零舍球员呢
早晨啊 ，Brandon， 今次再传嘅时候咧，暂时拜仁咧就唔系太过多即系传闻嘅。咁究竟系拜仁对佢已经系冇兴趣啊，定系话即系只不过又话根本暗地里做咗好多嘢啦，已经咁所以唔使出声咧？咁我就唔知啦。咁所以就有个少少嘅隐忧喺度。不过呢位球员咧系值得一试噶，我都值得一试。尤其是佢可以打到嘅位置咧，都几啱我哋。好，讲翻路斯嗰单啦 ，Danny Rose 啦，咁就我个人就真系。仍然都系嗰句啦，我都坚持系系啱用嘅。不过咧，我始终觉得始终年纪啱上一大，同埋重点就系话佢同阿苏尔一样咧，就比较容易伤嘅。一间过到嚟之后又系伤多个踢咧，咁就为之唔系太嘅理想啦。呢个就系我都坚持即系、就是、维持呢个人嘅观点。咁就啊，即管睇下点啦吓。咁但系冬季转会窗咧。睇个样咧，因为琴日都有啲报道咧，就话阿摩鲁咧就可能会有80秒，不过都系太阳报嗰啲嚟噶，所以大家要小心，唔知坚定留。就话摩鲁咧喺冬季转会窗有80秒嘅本钱去呢个早晨啊 ，Peter， 早晨啊 ，West， 咁咧就去买人噶，有80秒咁啊，睇下点啦。咁另外仲有一单嘅，即系唔叫转会咧，一啲年轻球员咧，就是、Alou Diori 啊，呢个就系 PSG 嘅青年军嚟嘅，大约系17岁到嘅。咁又系有几位卖埋布料啦，咁啊呢个我谂都几犀利，因为我哋官网都有讲噶呢个签约。咁其实咧，但系又有趣噶，呢个其实咧暑假已经嚟咗噶啦。佢同阿 Pitmo 啊都系类似啊，我估就系话咧，可能系一啲合约上嘅问题或者年龄上嘅问题咧，未能够正式签我哋嘅青年军，所以咧佢其实就已经嚟咗，暑假之后已经嚟咗跟我哋一齐噶啦，操练噶啦。咁只不过咧就正式签约咧就啱啱系上个礼拜嘅事，所以咧就各位都睇到，咁咧就有人话。呢、这个可能系新嘅普巴嚟噶，咁样好老实咯，咁啱得咁巧咧，佢啱啱 debut 嗰场 U18 嘅比赛咧，大巴就有睇嘅。我就唔觉得佢系咁即系点讲咧，显眼啊！喺嗰场比赛里边咧，讲真，我哋系打得比较乱嘅中场。我讲 U18 嗰场，咁啊，我都知知地佢喺度。其实我当时咧就以为佢已经签咗噶啦，所以冇特别留意佢。咁但系我觉得，佢都算系踢得 OK 嘅，但系就唔系话好杀醒嗰只咯，吓咁啊中场嗰度咁啊都 hold 到下波嘅，咁啊不过我哋嗰队 U18 咧，好老实讲啦，即系而且佢咧买咗好多有潜质嘅球员，但系咧嗰个融合咧暂时都未做得几好，所以我见到咧都几乱嘅。好啦，跟住之后咧就多谢 Harold 嘅报料咧，就系话咧我哋足总杯第三圈吓，足总杯第三圈咧。就決抽個籤啦，咁咧就會主場對呢個打比噶 Derby County 嘅，唔係講緊曼徹斯特打比，係講緊對足球隊打比 County 打比郡。咁咧足總杯第三 round 咧，即係第三回合咧，就大約係喺會1月嘅5至8號呢段時間舉行嘅。因為通常我哋即係第三 round 都仲有好多場比賽嘛，咁所以咧有幾日時間，咁睇下我哋個賽程咧係編排到係邊一場啦，邊一日打啦咁樣。咁咧就 Eric 就話佢覺得曼聯而家嘅政策咧係買年輕人多一點，係啊係啊，呢個絕對係啊！你見到今年我哋已經簽咗超過10個嘅 U18 球員噶啦，咁我之前都講啦，希望佢哋可以一齊打上嚟，即係一齊咧夾好曬默契，可能已經夾咗幾年啦，先至上一隊咧啊！一齊上嘅時候咧，就真係諗起都開心，因為呢班球員咧根據報道就個個都有咁上下嘅材料噶嚇，講真，不過始終。年青球员咧，我哋睇到即系就算 YouTube 想揾片睇佢哋嘅机会都系唔多嘅，咁啊，所以都我就会尽量睇多啲 U18 噶，希望咧如果睇到 U18 有咩亮点嘅话咧，就一定会同大家咧去报道咁样样嘅。好啦，咁啊再讲落去咧，就有几单嘢都几过瘾嘅，咁啊 Eric 报料啦，就话阿简东拿话。呢个系一个China 嘅报道啦，新浪嘅报道，咁佢其实都系 Cook 太阳报噶，咁所以大家自己要可能要打个折扣啦，因为我睇唔到原本嗰个报道，唔知系个咩情况之下嘅访问，唔知系大帝简东拿讲笑定讲真啦，佢讲咩咧？佢就话咧，曼联啊之所以唔能够再攞到联赛冠军啊，即系阿费瑞之后啊，暂时嚟讲仲未攞得翻咧联赛冠军咧，佢就话因为。就費即係冇揾佢做教練喎，咁我話如果費瑞退休之後咧，只係佢即係簡東拿大帝啊，先至可以令佢哋取得成功嘅喎，就只有佢。咁但係咧，佢就話有記者問佢會唔會有教其他球隊啊？佢話唔會，我如果教咧，就一定係教曼聯嘅。不過咧，佢哋未問過我。
所以咧，呢个或者咧就系佢哋攞唔到英超嘅原因咁样样。咁我因为睇唔到佢迹象，即系现场嘅访问，究竟佢个即系嗰个叫做咩啊？个心情啊，或者系嗰、那个语气系点样样啦？我觉得咧就纯粹系搞笑嘅啫。我唔相信大帝系咁样样，因为好有趣啊。嗱，早排咧，阿简东拿咧就同呢个叫 Full Time Devil 做咗个访问噶嘛。咁我有睇嗰个嘅。咁咧就嗱。我唔知係因為講英文嘅問題啲乜嘢啊，但係佢喺度踢咗咁多年，佢英文都應該 OK 啊。但係原來咧，我發覺原來簡東立個人好靜嘅，喺嗰個 Full Time Devils 嘅訪問裏面咧，簡東立其實好靜嘅。即係講真咧，我上次咪訪問過阿白蘭人粒神嘅，咁訪問白蘭人粒神咧好舒服嘅，因為只要我講一個問題出嚟咧。佢就好多嘢讲㗎喇，佢就自然会答咗一啲好即係好多嘢，咁亦都要搞下笑啦，你知英国人嘅幽默。但係简东南唔係㗎，我睇见嗰个 YouTuber 呢，访嗰两个 YouTuber 访问佢呢都几吃力㗎。因为你问佢一句呢，佢就真係答你一句嘅啫。咁所以呢，我觉得简东南咪真係咁，即係都叫有少少轻松或者搞笑咁样讲呢一样嘢呢，我觉得係有趣。咁但係呢，我始终我想如果有机会嘅话，睇到真正嘅访问，睇埋简东南嘅样啊，同埋当时嘅态度呢，咁先知道究竟係咩情况啊。不过呢就呢一样嘢我觉得都有趣，有时啊，即係始终我自己都有机会访问过一啲人啦，咁即係其实你个访问对象对于你嘅访问成唔成功呢都好大嘅影响啊。咁 Kevin 就话大帝有冇做过主教练？系冇嘅。基本上咧，阿大帝咧一退咗休之后就嗰阵时话去咗拍戏啊嘛。咁啊，听闻都拍过几套，我就未睇过啊。老实，因为法国片嚟嘅，我真系唔识睇嘅。讲真，又唔识听。咁咧，我就冇睇过。但系话去咗做拍片，拍电影啊嘛。咁拍完一轮电影之后，就都系做啲慈善工作多嘅。佢就冇乜点样系再翻足球界噶啦。不过呢排咧吓，呢排就成日走出嚟做访问，就唔知系咪好似舒米高咁铺路翻嚟搞波啦？呢、这个真系唔知道，真系唔知道。咁就睇下点啦。咁大帝都系一个好有性格嘅球员。咁但系咧，我哋都讲过噶啦，性格有性格嘅球员就做领队啊，未必一定系 OK 嘅咁样。嗱，咁有少少咧 ，Eric 嘅报料嚟嘅就是、关于即系长波。咁長波呢，我就喺晏晝嘅 YouTube 版先會詳細講。不過呢，都有一兩點呢值得留意。第一就係話摩連奴 confirm 咗，即係肯定咗呢，阿伊巴係冇受傷嘅。只不過呢，佢係啱啱好返呢，始終呢就要有少少疲倦，同埋呢，佢而家呢個禮拜特登唔俾佢踢呢，就係原因呢，就係話直情連佢去倫敦都冇去到，原來佢做緊一個嗰啲治療嘅療程啊。咁所以呢，佢呢個療程呢就幫佢恢復返啲肌肉，同埋加強佢嗰啲肌肉。所以呢，就所以伊巴係冇傷㗎，伊巴係冇傷，只不過就話要做緊一個療程。咁呢就同埋呢，今聽晚嗰場歐聯咧就講咗冇佢份嘅啦，因為咧要預備佢嚟做呢個踢呢個打比噶，咁啊摩連奴都自己爆響口啦，就即係伊巴有份嘅啦打比，咁啊咩餓佢波咪佢話，咁啊究竟係正選定後備咧就唔知。另外仲有一樣嘢想講就係蘇爾啦，咁啊聽晚咧有機會啦，咁啊摩連奴都點咗名話佢有份嘅啦，但係問題正選定後備咧就未決定咁樣。老实讲啦，都系嗰句，所以希望你真系把握呢个机会啊，把握呢个机会咧就表现俾我哋睇啦。好老实讲，我真系好希望咧打翻起啊，所以就好过买路斯噶。咁究竟睇下点？咁 Eric 都话应该唔会买路斯嘅 ，Kevin 就话叫阿大帝青年军教练做起。我谂唔知啊，真系唔知。系啦，呢个系所以最后机会啦 ，Kevin 都话。好啦，另外有一單嘢呢都係Hugo 報料嘅，咁呢單嘢呢就都幾得意嘅。咁Hugo 就話呢，費Sir執教嘅期間呢只係呢 miss 過兩場曼聯嘅比賽嘅啫。咁我而家呢就做一嗱有兩個情有兩個有兩場波費Sir係冇參與㗎呢廿幾年裏面。咁第一場呢就我唔講，大家估下第一場係乜嘢 ,ok? 第二場呢就係、是、佢去考察阿迪基亞喎。大家讲听清楚，系佢亲身去即系 scouting 啊，去做呢个球探，即系 sorry 应该咁讲啦，球探咧就话俾你听，我呢个龙门好嘢啊，咁样咁跟住咧，费Sir咧系为咗去睇阿迪基亚比赛咧，喺马体会嘅比赛咧就冇去到带队噶，所以咧好犀利。咁大家嗱，我想大家估下，另外仲有一次咧，阿费Sir冇睇到曼联嘅，大家估下系咩情况啊？咁我继续讲下先。咁咧就其实咧呢个系一个我见到系一个Goal.com嘅评论啦。咁但其实咧佢都系一个邮报嘅访问嚟嘅。等我睇下先，搵翻出嚟先啦。一个邮报嘅访问，
系啦，就系咧诶，曼联应该系之前噶啦嘅龙门教练啊，叫 Eric Steele， 一个龙门教练嘅。咁啊，发生咩事咧？就话咧诶，佢咧就话啦，佢话咧佢记得当时咧诶，2008年啊，呢位教练啊，守门员嘅教练咧就加入咗曼联嘅团队啦。咁咧就呢个系嗱，呢个系每日邮报嘅报道嚟噶 ，confirm。咁咧就话啦，佢就话咧，佢咧就听知道有个咁嘅好嘅龙门。咁咧，尤其是咧，当时咧就系原来咧，2008年就开始要预备阿云达沙退休啊。咁所以咧要稳定一个好嘅龙门啊，咁样。咁佢咧即系我谂啲 scout 帮佢睇，定系佢唔知喺度啦，佢唔知点样搵到翻嚟啦。咁咧就见到呢个19岁嘅迪基亚咧，就系、是、啊，真系一个好好嘅人去即系接阿云达沙嘅班。咁咧佢咧就做咗一个三分钟嘅 DVD 咧俾阿费翔睇，跟住咧佢就跟住之后就同费翔咧一齐走去睇马体会对华伦西亚嘅比赛。咁咧就嗰晚咧。其实曼联咧系要打联赛杯嘅，咁啊费翔咧为咗睇阿迪基亚咧，就联赛杯都唔带队啦咁样。跟住佢哋去睇个比赛啦，喺个比赛期间咧，阿费翔睇咗65分钟就已经话系啦，系佢啦咁样。咁佢话咧喺嗰场比赛咧，阿 Steele 话啦，阿迪基亚咧就即系 show 到佢嗰个体能啦，即系个体格啦。嗰、那个姿态又好啦，同埋咧好集中啊，同埋佢嗰个反应系快啊，非常之快。佢亦都喺嗰场比赛咧做咗一个非常之劲嘅好嘅扑救，咁啊直情系好多人冲埋嚟嗰只嘅吓，即系我谂有少少似我哋琴日讲嗰个 double save 嗰类嘢啦。OK， 咁跟住之后咧，阿费翔之后咧就觉得哇呢、這个真系啦，真系我哋要嘅人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喺2011年咧就用19 million 咧就签咗呢位吓、啊、我哋嘅神龙啊。神龙啊，门将迪基亚翻嚟啦，咁样咁跟住之后佢嚟到之后个发展系点样？我谂大家各位漫迷都好清楚啦。所以咧，即系迪基亚咧，佢之所以咁犀利咧，都系有啲伯乐啊，包括呢个守门员嘅训练员啦，即系嘅教练啦，阿 Steele 啦，同埋费翔，只系睇咗65分钟嘅比赛咧。就话觉得系啦，佢呢个就系我哋要揾嘅人啦，咁样咁啊，所以咧都啊呢件事都几有趣啊，我觉得同埋好啊，即系得意啦吓，竟然系喺咁嘅情况，为咗佢咁咧就啊冇带到队，即系作为一个领队冇带到队，其实都系一件事嚟噶嘛，老实讲。好啦，咁啊大家都冇估，咁啊可开估啦，不如咁咧，原来另外一次咧就系2000年嘅时候。费翔个仔结婚咧，佢都系冇去到带到曼联嘅，即系佢都系请咗假，嗰日咧都系冇带曼联嘅。咁咧喺阿费翔嘅20几年嘅执教生涯嚟讲咧，其实就得两次咁大把嘅啫。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啦，吓揾阿迪基啊呢一样嘢系几重要。嗱，所以咧，我记得我唔知琴日定前日先讲过，即系作为一队冠军球队咧，个龙门真系好重要啊。所以啊。简单即系间接地嚟讲咧，其实防守都系一个基石。早晨啊 ，Keith， 间接嚟讲都系话防守都系一个基石啦。咁所以咧，摩连奴呢个咁嘅即系咁着重防守咧，其实都系有佢嘅道理嘅。喂，同埋唔好忘记一样嘢，我想提一提，其实曼城啊，早晨啊 ，Jo， 阿曼城啊，今年啊，你记唔记得？我哋暑假嘅时候都见到哥帅都唔系唔着重防守嘅，佢今年都用咗好多钱去买咗几个后卫翻嚟。咁所以咧，其实即系讲真，我谂大家都要即系有时要记得一样嘢咧，即系防守，即系又令我哋赢到一啲吓 trophy 嘅，即系奖杯嘅进攻系好，但系咧系帮我哋赢到个别嘅比赛。OK， 喂，唔系话帮阿摩连奴辩护啊，不过我都同意嘅，即系做好防守咧，系对于我哋即系长远嘅发展咧，系有一定嘅即系重要性，应该咁讲啦。好啦，咁咧，阿 Bruto 就话嗰阵时咧，千几万买一位年轻门将咧，真系几大胆噶。系啊，咁我哋就中咗啦，系咪？咁尤其是而家迪基亚嘅身价都涨咗几倍啦。讲真，同埋好老实啦，我谂点都好，佢呢几年帮我哋曼联救翻嚟嘅分，哇，真系数都数唔到，系嘛？好多时明明系有机会失两分啊，或者失一分，都系全靠佢而令到我哋又攞翻啲分嘅。早晨啊 ，Elvis。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就想有一单嘢就纯粹讲一讲咁解啦。曼彻斯特嘅打比嘅球证出咗啦，就系、是、啊 Michael Oliver 啊 ，Michael Oliver 啊，唉，咁啊真系
唉，琴日我记得琴日定前日咧，我同阿 Daniel 倾偈嘅时候咧，就讲起一单新闻，就系话 Clutton Bird 啊，记唔记得各位边个记唔记得边个 Clutton Bird 啊？加顿堡啊嘛，当时啊早两年咧，呢、這个英超嘅首席嘅球证，咁咧喺近排咧有一个报道嗰度咧就话，佢咧原来咧个早两年啊执教吹嗰场热刺对李城嘅比赛咧。佢就話咧，佢嘅即係有少少咧個執法上高咧，係即係點講啊？有少少根據佢自己嘅意向去執法㗎，佢自己咁講㗎，係佢講㗎，唔係我講㗎。咁、那個報道我就唔再詳細講，因為我係即係求證嘅，我都唔係好想評論啊。有時不過佢講到好似係佢講到好似係佢有份去做王做啊李斯特城做冠軍咁樣㗎。佢講到啫，佢未必係㗎。咁究竟係點呢？大家自己去睇嗰個報道啦。不過我覺得呢，即係我睇完嗰個報道之後呢，再同阿 Daniel 講，我唉，人就好難真係完全中立嘅，有時係咪先？真係冇辦法。咁 Oliver 呢 ,Michael Oliver 將會即係吹我哋呢場打比嗰個球證呢，都有少少同我哋都有少少前科㗎。佢呢就曾經呢就趕過我哋嘅史摩靈出場啦，亦都呢係判無判定冇判先，我睇返資料先。2014年啊，佢就赶过史摩灵出场㗎，喺个曼彻斯特打比啊，佢都吹过几次曼彻斯特打比㗎啦。咁呢连但阿高普呢亦都有批评过佢嘅，就关于就係啱啱嗰场车仔追平嗰场 ,ok? 咁唔知 detail 系乜啦，我都费事去研究啦。咁就总之啦，就係 Michael Oliver 啦。Eric 你讲话偏帮嗰样我唔知啦，佢就讲到唔系咁样嘅，但实际上我讲下 Cartonberg 加顿堡呢个啊，咁但算啦，加顿堡呢真系讲真已经升官发财啦，就走咗去呢个中东嗰度搲银啊，成为我唔知系咪全球啦，但肯定嘅其中一位呢身价或者个人工系相当高嘅一位球证。OK， 咁就係、是、Kevin 就話特別係打決賽呢就一定防守行先，尤其是即係或者淘汰賽都係啦，應該咁講。咁所以呢我對阿摩連奴嘅歐聯呢其實都仲其實講真啦仲大信心過英超㗎歐聯，如果計摩連奴嚟講。Bluto 就話最開心你迪迪仔而家係冇離心嘅。係呀呢樣嘢即係嗱呢樣嘢其實我都係同曼聯係有關係嘅。因為你見到曼聯呢真係好似一個好大嘅家庭咁樣。你見到啲球員呢真係玩得好開心嘅。咁就同埋肯講。我覺得有普巴呢啲咁嘅人喺度呢係好好嘅。佢樣嘢都攞出嚟講。咁我諗亦都鼓勵咗其他球員呢有咩心事或者有咩唔妥呢都即刻講，即係大家即係 talk through it 啦，英文叫做，即係或者傾咗佢啦，中文應該叫做係嘛，攞出嚟傾。咁千祈唔好擺喺心裏面。咁同埋呢我相信呢迪迪仔見到頭先我讀嗰個報道呢，我講嗰個報道呢，我諗佢都即係好開心㗎。你諗下費Sir，即係喺曼聯或者足球界都即係一個咁重要性嘅人物，為咗去睇佢踢波而冇帶隊，我諗佢都即係呢樣嘢肯定會對曼聯呢係有個更加嘅有個忠心嘅程度喺度嘅。咁啊 ，Eric 就金色做當然身價高啦，係嘛？哦，你講講緊個球證係嘛 ，Eric 啊 ，OK，Anyway， 咁啊，最後今日最後一段新聞咧，我想講咧就係一個電信報嘅報導啊 ，Telegraph 就係講啊夏利拉嘅。咁啊，點解想講佢咧？其實就即係我琴日都講啦。嚟緊嗰場打比咧，我都幾相信咧夏利拉嘅嗱，第一唔知佢有冇出啦。但如果阿摩連奴選擇出夏利拉嘅話咧，其實咧会系对我哋一场波顶唔顶得住曼城嘅进攻呢一个几重要嘅因素，所以我都想睇下佢嘅访问讲咗啲乜。不过睇之前呢 ,Anthony 有个即系资料王嚟 ,Anthony 好嘢。咁呢就话Michael Oliver, 即系 Michael Oliver, 執法我哋嘅曼市打比嘅2014年嗰次，佢话史摩灵呢有啲冇老莽嘅两黄一红。第一黄呢就係多脚啊阻住对方嘅球员闷将开生波。第二张黄呢就係拦截就一定要俾嘅咁样。OK,thank、okay, you 你啊 ,Anthony。好啦咁讲返个报道呢就係话阿里拉呢就接受咗一个访问嘅。咁佢就话啦嗱你即係其实呢我觉得夏里拉最有嗱我觉得夏里拉系一定唔会走嘅，你问我就无论巴塞揾佢系咩都好。点解呢因为佢呢讲嘅嘢呢真係好同阿摩连奴呢个节奏系好啱嘅。咁所以我觉得摩连奴都几鍾意佢，或者佢都几即係巴呀摩连奴。所以我觉得佢走嘅机会好小嘅。点解咁讲呢嗱佢话
佢话咧，我哋咧就将会咧去到一个最好嘅状态咧，好快噶啦，即系成队啊讲紧。咁咧就话咧，我哋而家咧系第二啦，咁所以咧亦都系追紧曼城嘅。佢话咧喺阿仙奴嗰度咧呢个结果咧非常之好噶，有一啲好好嘅表现啊。我谂佢讲紧两队都有啦。迪基亚咧就真系哇超劲啊，超劲！咁啊，头先点解摩连奴都讲话佢系即系全世界最好嘅门将嘛？咁佢话我哋诶头嗰上半场咧打得非常之好嘅，同埋积极嘅。咁咧就两个机会咧就但系15分钟入咗两球。佢话连加特咧而家就真系好似着晒火啦。咁啊普巴都系，咁但系好可惜啦，即系普巴就攞咗个红牌。咁啊就系佢亦都讲啦，卢卡古咧就冇入波，但系咧就帮咗我哋好多。咁佢亦都讲啦，即系中坚咧。阿连特洛夫咧就非常之好啊！而家喺即系个状态嚟讲咧，提升咗好多啦。咁啊，亦都系咧，亦都令我哋个 overall 嘅防守能力咧提高咗。咁佢就话啦，曼城咧就一定会系即系主导球赛啦，即系攞多啲控球权啊，攞好多咁样嘅。咁啊，但系咧，佢觉得咧，阿里拉就话我哋而家嘅状态咧，基本上咧有力一拼嘅，佢觉得啊。咁佢就话咧，不过嗱呢样嘢真系好鬼浅可路啦。我而家唔谂礼拜日住噶啦，我哋仲有一场欧联，咁所以咧我哋仲未得，即系仲未出线噶，咁所以咧我哋都暂时专心咗呢场先。即系其实讲真啦，睇完呢个访问之后咧，你觉唔觉得其实佢讲嘅同摩鲁咧系好合拍噶？基本上佢同佢讲嘢同摩鲁都系差唔多。嗱，我就觉得佢未必系，即系因为我都见过咧，有时 MUTV 同佢做访问咧系会影埋出嚟嘅，有埋佢嘅样啊，即系讲嘢啊咁样。我觉得佢嘅态度咧系即系都几正面，同埋咧佢又唔系太过似扮嘢嘅吓。咁所以咧，我觉得咧佢都系真心咧觉得系。即系讲佢相信嘅嘢啦，似就唔似系话为咗擦鞋啊，擦阿摩鲁鞋咧就讲一啲好近似摩鲁嘅嘢咁样。咁所以咧，我暂时嚟讲，嗱虽然今年嘅状态真系即系老实讲啊麻麻地嘅，咁啊但系咧我仍然暂时嚟讲都系几中意呢个球员嘅。咁啊希望真系希望佢可以反一反底，咁啊尤其是喺呢场打比嘅时候咧，其实嗱呢场我琴日都讲咗噶啦，咁希望讲多次就系话希望有三位球员喺呢场波可以反底嘅，第一。sorry， 嗱两个反底，一个唔系叫反底 ，sorry， 就系阿卢卡古同埋阿夏里拉。咁卢卡古咧，其实个所谓嘅反底就系入波嘅啫。咁 Eric 咧，琴晚仲讲啦，希望佢连中三元，我都希望 ，OK， 就纯粹讲入波啊。佢其他嘅帮助球队咧，我都觉得系 OK 做得好，但希望佢入到波嘅呢场波。第二个就夏里拉啦，希望佢喺中场中嗰度咧，如果真系出佢正选嘅话咧，因为我估费兰尼有机会做后备杀手嘅，如果真系做佢正选嘅话咧，希望佢嗱看住迪布尼。同埋消化或者是打过啦咁啊冻结咗佢哋。讲真啦，曼城你冻结咗消化或者系迪布尼是打过咧，就已经好踢好多噶啦。我哋所以希望佢做到呢一样嘢。咁第三个就唔系叫反底，就系华伦西亚，希望佢做到多啲靓嘅长传俾我哋前锋而制造入球。OK， 咁啊，跟住 Eric 之后咧就话迪迪仔之前咧有离心，因为球队咧好似冇乜前景，而家就唔同晒啦。咁系嘅，讲真，当你跟住阿云高二嘅时候，你就系见到猜，仲要打横猜，咁你的而且确系冇乜心机嘅。呢、這个我觉得作为球员，即系有咁嘅谂法咧，都系正常嘅。我觉得，咁啊 Kevin 咧就话希望迪迪仔咧喺曼联咧打到退休，成为舒米高第二嘅江门门将。我都咁希望，讲真 ，Kevin。Rocky 就话嘻嘻咧，系曼联嘅首席外交官，系啊，佢同阿普巴两个都系即系令到一个球队融合嘅一个两个好大嘅因素嚟嘅。OK， 阿 Bluto 就话佢觉得咧球队而家咧俾到一个好好嘅愿景俾球员啊，所以成队波咧都好齐心，想创造一个高峰。所以咧，如果有其他球队想签我哋嘅球员咧，系难，包括爆炸头。系呢、這个同意，但不过有一两个咧，我觉得球员咧，始终咧，虽然我哋咁即系知道个球队系几理想嘅性咧，但系可能我怀疑咧，去到暑假咧，嗱冬季转会窗我谂就未必，嗱不过咁样讲，Bluto 或者其他嘅漫迷咧，如果我哋冬季转会窗真系要签人咧，我觉得真系有机会会放人嘅，因为点解你记唔记得啊？我哋啊系咪摩佬嚟嘅？上一季啊嘛，其实我哋都放走咗。舒利达连同埋迪比啊，咁我哋先买人㗎嘛，好似定係冇买到人添，我都唔记得咗啦。anyway， 咁咧，所以冬季转会窗咧，我哋有机会放人嘅。不过我亦都好记得阿摩连奴咧曾经讲过一样嘢嘅，咁我都几信佢真係咁嘅，就係话咩呢？正常情况之下咧，我就唔会主动卖球员嘅。但如果球员走嚟同我倾话想走嘅话咧，我就会通常都会即係觉得啊 ,ok 嘅，如果讲得即係佢有理由嘅话呢，我都会放佢咁样。咁所以呢，如果基于呢一样嘢呢，但当然啦，今年个变数就係话
话呢、這个嗱呢、這个就传闻嚟嘅，就唔知坚定流啊。就话咧球会俾压力啊，摩鲁就话如果你要买人嘅话咧，一定要放人，因为咧、那个overall 个人工嗰个支出咧，实在系相当大嘅。咁佢话要平衡翻咁样，咁呢个所以又有个变数喺度啊。不过咧我都觉得有一两个球员咧系有机会走嘅。咁当然啦，嗰、那个梗系唔希望系爆炸头啦，因为爆炸头咧摩鲁都讲过噶啦，唔会放佢走嘅，就算系咧都完咗约先算咁样样嘅。O.K. Kevin 就话嘻嘻咧，唔好心急而乱解坏，俾啲信心自己控制翻个波，帮到减压、减轻后防嘅压力。系啊，呢个系啱嘅，即系尤其是喺下半场嘅上一场嘅阿仙奴嗰场波咧，佢都几滚出六脚，滚出六脚。咁啊，可能始终有少压力啦，同埋咧，所以真系大家千祈唔好忘记，即系足球比赛咧都几互动性都几高嘅，始终对手咧系高质素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你咧嗰个信心或者个压力咧系大咗嘅，信心冇咁大，而压力系大咗，咁所以亦都会影响嘅表现嚟嘅。OK， 咁所以咧就嗱，老实讲咧，我觉得普巴咧有一样嘢又几好，佢就真系做到呢一样嘢嘅，稳定军心。咁但系都系嗰句啦，我哋已经知道咗个情况噶啦。我睇咗今日太阳报有个报道啊，佢就话咧系曼联咧就冇选择上诉嘅。OK， 咁所以咧系三场噶啦，呢个都定局噶啦。咁啊，但系都系嗰句啦，我哋好多漫迷咧已经讲咗啦，虽然冇普巴，但系咧，其实呢个咧，睇下摩连奴可唔可以用到呢一个咧作为一个药引啊，去引发咧其他球员咧打起佢哋嘅斗心，即系话我哋虽然冇咗普巴啫，但系我哋唔可以俾人睇死嘅，即系希望咧用呢一样嘢去激励大家全队嘅士气，咁啊，大家走多一步，打高。半板波都已经够噶啦，我谂如果我哋每一位球员都能够啊同一时间打高半板波咧，我绝对相信咧系有力同曼城一拼嘅，因为咧我始终嗱我就嗱曼城嘅波啊，我都好老实讲啦，我就冇睇全场嘅，所以我不能够作出一个好中肯嘅评论。但系我睇曼城嘅波咧，多数都睇精华嘅，都睇咗好多场。咁我觉得咧，佢哋嘅防守咧真系都有几多漏洞。而我哋呢係好大机会係把握到嗰啲漏洞。我相信我睇到嘅嘢摩连奴一定睇到。咁呢所以呢我暂时嚟讲两句啦，就係话呢一场波呢我估计呢你话同佢真係大家互相啊係咁狂攻唔防守呢就冇可能嘅。因为哥迪奥拉都唔系傻仔，佢都会一定程度上做防守嘅。如果有睇曼城嘅波就知啦，佢哋都好多时咧系防守咗之后咧，第一个即系快反击而入到波噶，所以佢哋都有打，佢哋都有话防守反击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呢场波咧系会几博弈嘅。大家无论哥迪奥拉好或者摩连奴咧，都系揾紧对方嘅弱点，就针对弱点去制造一啲即系攻势。咁所以咧呢场波嘅博弈嘅地方咧就系话，第一，大家揾唔揾到对方嘅弱点。第二，大家可唔可以将自己嘅弱点去做一啲嘢去补救 ？OK， 但系我哋嚟讲咧，当然啦，我哋少咗只好重要嘅棋啦，呢个冇办法。但系我觉得其他球员嘅质素咧系有翻咁上下嘅，千祈唔好对自己嘅球员冇信心。咁啊，即管睇下摩鲁点搞。咁啊，嚟紧我哋都系嗰句啦，嚟紧过咗今晚场波咧，就会之后就讲真啦，几日都会一定围绕住呢个咁嘅呢场打比去讲噶啦。万迷早晨都肯定。OK， 咁啊，讲埋少少嘅。comment 咧就差唔多啦，咁就 Kevin 就话嘻嘻系啦，讲咗呢个 Bluto 就话爆炸头咧系佢个经理人搞局啫嘛，我都希望系咁啦，希望佢 end up 系续约。阿 Jo 咧就话对曼城可以派大巴，戏中场知唔明知唔够差，魔帅咧就会用卢卡古爆炸头，伊巴三大条惨嘅，用角球或者死球战术同两边出波，死球战术呢个一定系重点嚟噶，讲真。咁啊 ，OK， 咁啊，今日咧嘅830就差唔多啦。咁啊 ，YouTube 版咧就会讲呢、這个今晚场波嘅。OK， 咁啊，大家请留意啦，拜拜。